碧维琴呢，来看维琴女神黑佳佳，她因为台澳混血，大眼挺鼻，而且呢长相非常的甜美，经纪公司呢把她安排就是跨足到演艺圈，来看她的表现如何。pose 漂亮，伸直。洗钩再洗钩，维琴女神黑佳佳棋艺精湛，和粉丝相约打保龄球，这球技似乎有待加强。黑佳佳，黑佳佳。台澳混血的黑佳佳，大眼挺鼻，长相甜美。去年底被经纪公司相中，签约成了艺人，跨足演艺圈。公司有帮我安排一些就是培训的课程，就是有包括化妆课，然后发声课，还有美姿美仪课。出道后首次公开受访，面对提问，黑佳佳对答如流，看得出公司用心培训。今年才22岁的她，有没有被下达禁爱令？其实公司在这方面完全没有管制，就是是比较算是比较开明、比较自由的。我其实还蛮喜欢宋仲基的，不过主要其实是就是喜欢他的长相。6岁学棋，14岁成为职业棋士，年仅22岁就登上台湾女子最高段位。人生看似顺遂的黑佳佳，其实2年多前曾陷入低潮，当时母亲因为急性白血病过世，她花了很长时间才走出来。再加上爸爸撒娇是她忘掉哀伤的方式，因此她的理想对象也得像爸爸一样。那我自己本身是比较喜欢就是脾气好，然后比较幽默的，其实就是比较像我爸爸那样的。黑佳佳目前已经接拍了1支 MV， 最快年底就有机会听到她开金口唱歌，但最爱的围棋不会荒废。我其实当然还是会继续，就是我还是去参加比赛，然后还是会继续培训，然后只是就是将来多了一个艺人的身份。记者李文明、谭若仪台北报道。